喝。啊，为什么闷烧多久啦？它这个闷烧应该蛮久了，因为它其实里面都已经是浓烟了。对，它因为光炒火点就浪费时间比较久，所以气瓶没事。那你喝的是我一罐，我也带两瓶。太好了，因为发现的时候就马上就处理了，对啊。里面完全看不到，对不对？一直收。